阿姨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今天钱掉了，手机又没钱，要3块钱搭车，可不可以借个3块钱给我？我找你要银纸币呢。没有啊，好。哦，大叔你好，能借个3块钱给我搭车吗？没有啊。你好，大姐，我今天钱掉了，手机没钱，能借个3块钱给我搭车吗？3块钱？啊，借3块钱给我。你手机没钱吗？对呀，手机没钱。3块钱搭去哪里啊？3块钱，我等啊。上次不是2块钱吗？2块钱少了，我还要坐摩托车。摩托车3块钱就可以坐了。嗯，3块钱不可以啊，所以我还要找人借几块钱。没有3块钱了，给你5块钱。给我5块钱啊？哎呀，那谢谢你啊。有3块钱，好好。给你3块钱的，哎呀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大姐。好好，谢谢你啊，好人平安。阿姨，您可以借个2块钱给我吗？我要6块钱，还差3块钱。没有啊，大叔能借个2块钱给我搭车吗？我刚来的，什么东西都没卖，哪里有钱？什么东西都没卖啊！阿姨能借个2块钱给我搭车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谢谢你啊，大姐。结果吃个早餐，那你好人做到底，能不能再借3块钱给我？再借3块钱给我好不好？我改天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什么？这么乖，才1.5块。哦，这么多菜都是你的。来，等一个。好，行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！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好好，大姐，还在这里啊？哎呀，刚好我在那边碰到我工友，那个把那个钱拿回来了。对对，谢谢你啊。哦，我谢谢你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的。还给你，你还谢谢我啊，真的。那我开业就恭喜到你工友啊。对对。那你干工作啊？我在那边干工嘛，然后没钱搭摩托车回去，还好你借了6块钱给我。哎呀，没所谓啦，是不是？没所谓。不是多，主要不是多。大姐真好，这个菜是你的。哎呀，我也关照你这么好，我也关照一下你。我们工地需要菜，你把这个菜全部卖给我了。行啊。全要了。要了，吃的那么多吗？对呀，我们工地有20多个人呢。啊，你全部卖给我好吧？我这个没有菜。没关系的，一起把它全部撑了，好不好？你人这么好。这样子，那好好，你撑一下，不用搞了，不用搞了，全部打包。没事没事，回去我们自己慢慢弄。这菜都是自己种的，哇，种了很多菜哦。没有啊，大家带小孩呢，就是多一点嘛。哦，几个小孩啊，大姐？应该比我要小，你多大了？今年40几啊？哦，那要叫你小妹。哈哈哈哈哈！看起来我比你老多了。哎呦，哎。肯定老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你还年轻。就是你是附近的吗？就是装，就是没出去工作种点菜。哦，老公做什么的？哦，在厂里面打工，那也是不容易。你看您就是好，自己有什么？这10块钱是不是？也不是多，就要这个全要了。这个你们不是出的？没事没事，全要了，好不好？你反正全部一通通全部卖给我就行。哦，反正我这个买2块，这个也是2块。好，行，那你全部一起嘛，一起称嘛，好不好？那10斤呢？10斤，20块钱。这里，你把那里称一下。要不要挑一下？不用挑，不用挑，不用不用，回去我们自己弄，好不好？那就谢谢你了啊！啊，那个瓜你也要吗？要了要了，全部要了，好不好？全部不，你也早点可以回家嘛，是不是？这个玉米你就不要了。玉米要一起吧，一起。有虫的，我下是摘回家吃的这个。哦，这样子。我在家大姐很实在人啊。
卖的，人家要收人家钱的吧，是不是？嗯。烂的给人家够啊。你看总共多少钱？28块。啊，我说刚才你也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这十几块钱不找了，好不好？哪里也没有，这帮到你忙，你都还给我了。还给你了，但是你有这份心意啊，是不是？我必须要感谢一下你啊。有时候出去也要是要有时候叫人家帮的吗？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十几块钱嘛，你拿着拿着，好不好？拿着拿着，没关系的。那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你人真的很好啊。下次也你每天在这里吗？还是有菜才拿出来？有菜才出来卖。其实多多帮忙帮衬呢，帮忙买一点菜。好的好的，哎呀，大姐真的是人很好。不用了，没关系的。来，大姐，感谢你，这200块钱再给你买点东西吃，给小孩买点东西，好不好？见面也是一个缘分，拿着收着，好不好？感谢你的，收着收着，拿着。你两个小孩嘛，我买点水果什么之类的，好不好？收着，没关系。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莲藕粉，也是送给你的，就是用那个开水啊，烧开的那个水去冲它就可以了，当早餐当晚餐，小孩子吃最好了。啊，拿着没关系的，大姐，没关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。你真的以后就是这样子，以后如果见到有需要真正帮助的人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献上您的爱心，啊，为你。反正也没什么了，不是多，是不是？反正那几块钱无所谓。为你点赞啊，真的，是我们的榜样啊。先走了，啊，谢谢你啊。好了，先走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好，走了。谢谢啊。好，再见。我那个猪啊，猪个两三万给我，有一样啊，有那个头三万，现在这个没几年了嘛。一万在塞了烟，还有快的涨。哦，那钱多的。就吃三个这个东西啊，吃一块钱啊？没有，我买这两块钱一个。哦，两块钱一个，早餐吃一个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两块钱一个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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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